中和区连城里的里长林仁凯，他非常关心里上的弱势邻里，特别是和财团法人潮荣文教基金会来合作，发送家庭慰问金还有生活物资，希望在年关将近的这个时候，能够给予他们适时的关心和协助。桌上摆放的生活物资，都是用中和区连城里黄金资收站的所得买来的。年关将近，为了里上弱势家庭着想，里长林仁凯特别和财团法人潮荣文教基金会合作，一起发送慰问金。里长林仁凯相当感谢基金会董事长的慷慨解囊，能够让弱势家庭过个好年。我们首先我要感谢我们财团法人潮荣文教基金会所赞助在这岁末年终的一个爱心送暖的关怀活动啊，非常感谢我们苏董事长的慷慨解囊，让我们这些亲寒家庭能够在年底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温暖。里长亲切地问候每一位前来领取物资的民众，并询问是否还有需要及时协助的地方，在寒冬里将温暖送到里民的手上，只希望每一位住在连城里的里民都能够幸福温暖的过年。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